Hello， 欢迎来到 YouTube channel， 我是小伟。哈小子。好，我们今天朋友说他们店里的特点卡包呢已经到了，对，那我们现在要去拿我们的特点卡，好，然后顺便再去抽一下卡包吧。耶、yeah, ，抽卡包！开抽，开抽，走吧。开抽了，我要前后两张，要三张能量哦。还有，但还有中间一个，中间一个吗？那现在就可以 ，OK。好，要剪刀开哦。好。好一个接一个，一百多少？来吧，1021包，二十一包，二十一包先拿。我到了，可以开啊。我怕你要。不会。你是空吧？下一个。菲欧娜，菲欧娜可以用。只剩另外一个。不是嘛？用过菲欧娜。你这里要拍吗？还是你拍那边就好？随便，都可以啊。你有好东西就拿给我。罗定宇，快！加油！做的照片多好啊！没有，这个才是玉王，妈妈可以用，玉王。哎，这现在是变多了吧？没有，还是第一款，只给一款，那就是快了，又没闪，没修，我会先遮上，可以用，我砍完不闪，不行啊，没有聚焦哎，再换，你又聚焦，你一般我们你绿的多少掉了？21吧，不，要开抽，是什么的？开的最多。他就是那个，他有双子镜，他不，对啊，那只很夸张，那只有双子镜。你看我又抽 CH 啊，我要嘛抽异兽族，要嘛就抽 CH 啊。可是因为大家看，一开始没有差距，又没了，又没了，在路上品牌了，大钢绳，好，哎，真的吗？连接一滴啊，尾数普通，没有普通而已，普通啊啊，就因为。啊，你没带那个哎，只有吃的，没有带那个小卡套。如果抽不到，没有。抽过他说，不要有好卡，你还得卖。当然愿意啊，抽过就看到了。啊，蛮牛呢。好，我们就多抽。祈祷可以用，祈祷是可以用，这用不到，我用不到。这不有贩卖机吗？哎，你有巨人，你有巨人，抽起来抽的吗？这边不抽。外面的，我要这个小的。外面，哎，不是吧？哎，我一旦去超市拍到，看人家晒他。哎，谢谢那个过滤。出这个门以后，往右边走。没有哎，太扯了啦！往右边转以后，然后有一个通道，第二个通道。还看到厕所后面会有一只皮。大家注意一下，怎么样？默默变16一滴。有有，哎，可以可以，200块，哎呀，200块而已。哎，一兽图啊，我是觉得我可以有看，不，他只看一张那个，太扯了啊。TP， 然后一张 TP 是猎人物，你好衰哦。看完结果我想开。你等一下，哎，真正地非洲哎。如果你要吗？你要的话留给你。不要。有啊，真的有人撕吧。好开吧，整亮整亮啊，超能！哎，我也抽到了，幸亏。第二张。对，感觉不妙。啊！换我，最后了，换我。来了，好像没救哎，能量，钢能，钢能啦，对吧？我现在好抖哦。好像又是能量啊！妖能，爆！哇，爆炸了，都是闪能。所以我才跟你说要不要再买一个，就是不要，干嘛拿自己张起来？闪能悲剧。